不要这样啦。小姐，你就收下，给我们大哥喝一杯嘛。一个酒瓶在你的手上，往人家头敲下去，整个酒瓶啪裂开。我害怕，我害怕把你要打伤了。哦，一杯就不会痛。哎，再喝，再喝，别喝了，我还要。其实压力蛮大的，我觉得，因为被人家打，顶多就是痛一下这样。但你要打人家哈，然后就很怕人家受伤，那个无形的压力是实在重的。你不要再喝，你嫂子被人家欺负了。哎呦，不要再喝了。我还要。你这边出一个声音。这个地方比较痛而已。那个孔威。你就坐好，再喝，别喝，我还要喝，别喝，我还要喝。因为在那个彩排的时候，都只是拿那个保特瓶，可是真正开始的时候，第一次他一打下去，那个里面瓶子里面的水跟瓶身，整个都啪飞到我脸上跟我的身上了。洗去的时候，那炸弹真的会。你敢？喊你妹，你还敢讲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个白目，喊你妹，你还敢讲吗？我跟你出来！我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一定会把你的幸福快递回来的。